知道有没有玩过太古达人的游戏？今天韵竹要来打真正的太古。日本老师说，因为韵竹是音乐系的，蛮有天分，表演精髓在于打出好看的力道，还加码教他日本的传统长笛小笛怎么吹。而我们奥斗厨人舞也是有自己的音乐底子，韵竹秀了一段长笛，长笛小笛大合奏，要献给奥斗的观众朋友。今天主播阿豆中带大家一起变成太古达人，让我们来欢迎 Kumaigai-san。 好，老师现在要教我们标准打和太古的姿势。老师第一个动作是什么？嗨，对，打大太古的时候，一个脚往前，一个脚是往后，所以左脚前面一点，然后右脚后面一点，要张这么大就对了。是，可以再开一点，还要再大，是，还要再大。嗨，然后膝盖要弯，膝盖要弯，这有点考验，这样子很累耶，很累，真的，很累，真的。两只手都要伸直吗？两只手伸直，嗨，对，松松的伸直。松松的怎么伸直？下面骨盤跑出来一点点，一点点，这样嗨也可以。右手上去举高，嗨，哇，好酸。OK， 你从这边挥，好大声哦，吓一大跳。手肘往前过去，没有，还是闪的声音，完全跟我打的声音不一样啊！你是这样咚。然后我的声音是哆，嗨，学音乐的不能落苦耶。虽然我不是学鼓的，但是应该要有一点天分才对啊。其实要打对节奏一点都不难，但是老师说和太鼓的表演精髓是要打出一个好看的力道表现，小的快的，然后再慢下来，嗨嗨嗨嗨，大概是这样的。至少看起来有一个样子。是放松，放松。嗨，甩你的手，甩我的手。嗨，所以其实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就很适合来打，很适合。嗨，按接重来，送力的，的。还是错，还是错，那个命令崩溃了呀！我们要拿出表演的精神，表演的精神，不然被我的硕士老师看到，他应该会揍我。这么简单的节奏你背不起来，这是让我沉寂一下。老师，我等下不见，我就自己找回来。好，上。已经半蹲一上午的我，先旁边休息好了。普罗级的和太鼓表演才正要开始。看到我今天这么认真学习，老师也说我有音乐天分，在加码教我日本长笛小笛怎么吹，看我能不能驾驭。嗨，很好很好。 OK， 你再高音就是刚刚的，你再回来多，你气再用力一点。指法也都一样吗？一样。每一吹上去就这种奇奇怪怪的声音。
用气的用的方法很漂亮，真的吗？徐小迪，我尽力了，只好拿出我的秘密武器长笛，和老师一起合作咯。听出来了吗？老师特别为大家准备了最近最夯的日本动画电影《铃芽之旅》主题曲，来个新颖的长笛小笛大合奏，在笛声中，或许大家也能找到一扇喜爱音乐的门锁。